在佛经里呢，常把心比喻为牛，并且呢，教导大众如何降服、调柔自己的心牛，好安住自己的心。那么，为什么佛经中要把心比喻为牛，而不用其他的动物来代替呢？人们又该如何来驾驭、调柔自己的心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牛在印度啊，是代表着神圣。你们如果啊，有人去印度这个旅行啊，在德里的街上，或者是呢，在这个瓦拉纳西那个城市里边的街道上，都可以看到一只一只的牛在那边呢晃来晃去。牛吃的人家摊位上的东西还不敢打它，就买菜的人菜摊子上啊，这个牛跑着来吃菜，那只有把菜篮赶快搬走，他也不能够赶牛打牛。在印度呢，这个牛是叫圣牛，牛啊就是代表着神的化身。这是啊，在印度啊动物里边，特别是对牛啊看重。另外在佛经里边呢，至少有几个地方啊可以看到佛对于啊人的修行呢是这样子的比喻的。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心要照顾好哦。心呢就像一条牛一样的，牛啊一边工作啊一边就像吃路边的草的。因为有这个印度的牛啊，有的是放到外边就是神牛，有的是工作的牛，工作的牛就是拉车子的，也是啊可以驮东西的。那么这些牛呢，一边工作啊一边会吃路边的草的，甚至于会吃路边的庄稼的。我们台湾的牛好像也是这样子，台湾的水牛。那么在这个印度啊不是水牛，而是呢这是黄牛。那个我们台湾的水牛啊，一边耕田一边也在找草吃的。所以佛呢就是啊要修行的人照顾自己的心呢，就像一个牧童来看牛一样的，要把这个牛的这个牵鼻子的那个绳呢牵得好好的。牛要吃草就把它拉回来，然后牛不工作了，这个拍拍它的屁股或者是打它一鞭子，这个牛啊就往前呢又走路了。所以佛经里边呢有这样的比喻了，说我们修行的人要照顾自己的心，就像牧童来照顾啊自己的牛一样，不要让它随便的偷草吃，而要它不断的呀努力的工作。就是我们心要好好修行，不要懈怠，这个是啊一个比喻。另外呢，法华经里边也有一个很好的比喻。法华经里边的比喻啊，把佛法分成了三个层次。那么这个他就有比喻了，拿什么比喻呢？拿三种车子来比喻啊这个啊小圣、大圣，还有个啊佛圣啊，一共三圣。那它是哪里三种车子呢？第一种是啊羊车，第二种啊是骆车，第三种啊是啊叫大白牛车。羊车就是一个小车子，只能坐一个人。骆车
这个是印度的路啊，这是大路，不是一点点的小的迷路啊。那个路的车子啊，就能够载的人多了。然后福盛，福盛呢，它是啊没有边际，这个它的大小是无限的，并不是啊有一定的范围了。那是啊佛是啊最大的，容纳容受广度啊所有一切众生的。因此呢，以形容牛，形容什么？形容佛的心，形容佛的力量，形容佛的悲愿。所以是我们呢要修心呢，修行呢要就像完成呢牛车的那个等级。还有在佛经里边，也是法华经里边讲的，他说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车子啊，都是方便的，都是呢一种啊暂时性的，在诱导不同的众生呢、啊、出离三界，出离苦海。因为有的众生喜欢洋车啊，有的众生喜欢路车啊，他看到牛车他就怕啊，他不想上去啊，他不敢上去啊，那叫他洋车他觉得还可以啊，就路车他也愿意啊。那么他让他们一个一个的上到不同的车，然后呢出了三界之后呢，他们发现到最大的车子啊已经在等着他们，那就是牛车。那要到远处去啊，只有这一车牛车啊是到远处去的，其他的呀、啊、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。所以是呢大家都上了牛车了。那也可以怎么讲，牛是代表着佛的成佛的一条啊大路。我们的心比喻是牛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载负超度所有一切众生，有这样的大悲愿心，这是一种形容词。阿弥陀佛。